妈宝丹就是无论你在哪里，它就在哪里。继续做蛋饼，今天加了点肉肠。我小佳佳就喜欢陪着你。佳佳，你怎么又口水哒哒滴啦？哟，宠妃醒了！哟哟哟，宠妃醒了！看看今天的加了酱爆 cheese 肠的蛋饼好不好吃？你把肠切开了对吧？对啊，拌在里面的呀。大才，你想不想吃一口啊？那老头给你吃一口啊，小佳佳。想都别想，滚！老头说想都别想，娃娃给你。啊，打呼噜啦！哟，吃这么快啊？你要吃不啦？那给你吃呢，吃呀，吃呀，吃呢。你跟小六讲吃呢，他肯定吃的。吃呢。你给呀，你给呀，你给呀。不给了呢。给。给一点，给一点。小六讲，你给我吃，我就吃一个。好吃吗，小佳佳？什么味道啊？哟，要发出猪叫声！哎呦，要发出猪叫声！小发的水是不要流出来啊，蟾蜍水不要流出来啊，蟾蜍水。擦豆来不啦？哟，宠妃吃干洗手，快点宠妃宠！哎呦，能不要发出猪肉叫声音呀？好了，没有了。吃完蛋饼睡个觉，醒来又能继续吃。此刻六甲的呼噜绝对是含蓄的。我太无聊了，啥时候开车带我出去兜风？去洗皮子吧，从那个头发我就看那个原来有个叫什么哥。犀利哥还是什么哥，我忘了，去跟那个要饭，去跟那个要饭。发财，你怎么什么都怕的了？你看小佳佳就不怕的呢。发财，发财。鸟窝。发财。妈妈做艾灸了，不跟你搞了，傻子。我躺着艾灸，六甲就开始睡觉。我看了一下，哇塞，西瓜哎，多少钱？370。两个。陈老板都不睡觉干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妈妈自己吃。嗯，太美味了，你们睡觉去吧，有点数活了。哦，这哎呀，两个人太讨厌了，可怜巴巴的。惨老胚。好不好吃啊？老头还没吃嘞，妈妈先吃，吃了就给你们吃。哎，你做的这么好干什么？老头还没吃嘞。我们再吃一点点好吧。哟，那小六家先吃这一次好不好，然后发财再吃，不能吃多，西瓜寒。发财哟，挑这么个油子都这么大干什么啦？小佳佳他吃相很难看的啊、哦、好了，我们不吃了啊，我们可以把西瓜放着的，我们明天再吃，妈妈累了也想睡觉觉了，明天一早还要做核酸呢。小发财，你也睡觉觉了，好吧？我们一起睡觉觉，好吧？明天再吃，好不好？嘿，两个傻狗。